每年三月到五月是第三顶的桂竹仔笋采收的季节，因为年初雨水充足，和今年桂竹仔笋的产量比去年更加好。目前第三顶的高菜市场桂竹仔笋的价格是每公斤大约18元，而且拢有经过生肖日历的把关。爱食桂竹仔笋的乡亲，会来捧场第三上个好食的桂竹仔笋。好了，谢谢啦。如果甲桂竹仔笋的生产期，是坐来到第三顶的菜市啊，拢会使看到有真侪单位拢在卖桂竹仔笋。今年因为雨水充足，予桂竹仔笋的产量比往年搁较济，价钱嘛搁较好。每年的三月，差不多三月二十左右就开始桂，咱的主产的桂竹笋的生产，差不多延期到时间到五月底。啊，现在四月中旬刚好是正盛产的时候，现在最多。目前价格差不多每公斤差不多18块至20块左右。大部分我们参加在进市场的桂竹笋都有参加我们国泰市场办理的那个产销履历认证。第三顶公所长期以来积极辅导第三桂菜市场进行竹笋产销履历推广计划，让民众会使了解桂竹笋的生产过程，让消费者更加安心。第三顶长陈东茂也欢迎民众来到第三顶品尝好食的桂竹笋。哦，来，剥笋子，哎，刚切的，啊。各位看到我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呢？叫做桂竹笋。在竹山的话，这个季节就是桂竹笋啊盛出的一个季节啦，很棒，是物廉价廉最棒的一个桂竹笋的一个产季。所以你可以在竹山的大街小巷看到人家都在剥桂竹笋，或者是很多小摊商都在卖这桂竹笋。跟各位讲，现在是来竹山逛竹山买桂竹笋最佳的一个时机，物廉价廉。欢迎来竹山玩哦，吃吃桂竹笋，让你感觉到哇，竹山的桂竹笋怎么这么好吃？每年的三月到五月就是桂竹笋采收的季节，目前农民拢已经开始采收竹期，过三小里里的把关。喜爱食桂竹笋的民众，会使来到第三顶采购，唔那好食，佮予你食了安心健康。记者是苗差不多。